来班门弄斧，跟大家讲一讲。确实没点台词，我先开拍哈。先弄两个大的做底。我靠，这个不够大。就我前面删掉了，你没事，不要我靠，不要带出来。最大的一会儿再用。现在就给点了。然后呢，再用井字形。重新开始解说，说说词儿。井字形。好像搭房子呀。搭房子一样的。Albert， 如果这个木头。然后呢？如果柴火够干的话，应该很容易。我这边要不要给它浇点油？啊，咱们试试看啊！如果够干，一下就能点着。有那种引柴，应该可以。然后呢？你加几个小的木棍就行。小的呢？你是去加油的时候搞点柴油放在玻璃瓶里也可以。他们老点的，觉得这个东西是气顶。对。这些啥没用？试试看啊！对，上面再搁一人。我要给点够劲。打地野兔子换着烤一下，也是，好像烧到酒。再给我来点纸啊！来纸。其实如果是顺利的话，几轮纸就能。你那不行。啊，那卷儿。哇！我说我那个油着了。没有没有，现在纸烧完就没有了，还得几下。少来几次。这个小的柴放进去。如果是干的话，一次两次就烧着。我以前都不知道，后来。哎，这个正好借我嘴，往下塞就可以。哇，要是这个饭到我们的爱了。哦，还挺干的，我感觉今天我故意挑白的嘛，黄色的应该能烧着了。万一到我们的昆虫世界了咋办？你说，那肯定就完蛋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走了走了，可以可以，压住火，基本上就差不多就能着了。压住火了，来，可以放这个。这个柴这么好点啊？我看了一下，白的挺干的。这个是放下面是湿的，而且熏肉用湿的，熏肉用的。这个、下次你再弄点那个盐和这个花椒。啊，那个、成功了没有？肉腌一下，那个小的 OK， 小的烧起来就可以了。OK， 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来鼓下掌。成功。没有失败。如果还没订阅，记得赶快订阅了。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点赞。如果不喜欢呢，就不要给我差评了，下面留言。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，大家可以跟我分享，跟大家一起讨论。然后呢，当然了，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，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，支持一下业务啊。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，还是，好吧，好吧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